徐乐，你为什么在这里淋雨？你还好吧？ 相信我，徐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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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你醒一醒啊！喂，怎么办？徐乐，徐乐，醒一醒啊！你不要吓我，爸妈。 陆毅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，是我不对，不应该不相信你。 在我身边吗？如果我醒来，你会不见吗？不会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 一直。
你好好睡，我先去上班了。你这样睡啊？被你吵醒了。那你继续睡啊。你回来我就不睡了。哎，你把我们的猫头鹰酒杯放到哪里啊？我啊，把它们藏起来了。它们有家了。是啊，我怕把它弄脏了。看起来好呆哦。不会啊，很可爱啊。对啊，跟你一样，又呆又可爱。我有很呆吗？一点点。随便你怎么说。Neng Xian， 你走开，你不要管我。你，伯母她只是担心你而已。我知道，不用你跟我说。我妈的个性怎样，我知道。我气的是，那你呢？你的态度是什么？结婚不结婚不重要。但是，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我对你而言究竟有什么意义？从第一次见面，好几次，你都会握着我的手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一握住你的手，灵感它就会出现。那在阿豪家，你曾经对我说过，喜欢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开始之后，渐渐变成习惯。习惯之后就会开始等待，那是对我的告白吗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？因为你带给我灵感，我突然想到小说里面的台词。所以，这一切的一切。我就只是你的灵感来源，就这样而已吗？那在爱河呢？在阿里山，还有猫头鹰酒杯，都只是你创作小说灵感的方式吗？当然不是啊。你只是说我很爱吃，每次紧张兮兮，看起来很认真，其实没什么大脑。你说过我是你的朋友，也是你奴隶，还要我当你的手。你说你很紧张录音，可是你一眼不相信我。你从来没有让我觉得你想要试着了解我。那你跟我说，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感觉？
你也说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对不起啊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够了解你。我答应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试着多了解你一点，我会努力，我会努力，我会努力。说一件事情啊，我之所以会逼他们结婚哦，是因为我去庙里求了一支签。我就跟你说过，你不要迷信。你求什么签呢？大家平平安安不就好了吗？我之所以会求那支签哦，因为我，因为哦，贤内啊。爸妈，不好意思，让您担心了。好了，回来就好了，不要理你妈，她就那样啊。伯父伯母，我想清楚了，我喜欢能贤，我是认真的，只是我们都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。但是我愿意试试看。啊，试试看，你的意思是？把你们当作家人，以结婚为前提，试着交往下去。徐乐。